太平湖啊，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，很多人都说那里是钓鱼人的天堂。为了寻找这个天堂，我从四川眉山出发1600多公里，就是为了寻找那一片江湖。马上要汇合了，开始寻找我们的美食。这里啊，不但山美水美，徽派建筑也很有特色啊，白墙灰瓦，恢宏大气。和当地居民的交谈中，我也第一次看到了用太平湖里的黄尾做的美食风干鱼，更加让我对这次寻钓之旅增加了期待。来来来，两位老师啊，来来来来，给你准备了一份当地的红尾，迫不及待了啊，尝尝，好吃，好鲜呐！做钓的时候啊，无论钓到什么鱼，都要考验你的手艺，必须的，考验你的厨艺。今天我一定要挑战一下我们徽派菜系的做法。来，个大，我们目标就是黄尾，好吧？挑战一下，对。看看能不能把两位大师给干败啊！嗯，不带我一起做，我一个人独享一个滑尖。这钓位不错嘛，正好两个倒中间，一个大滑尖，还有一个鱼露。不知道他饵料看的怎么样了？叫完漂就把饵料拿过来，我就先开始做钓了。他们漂还没挑呢，哼。咱们今天就简单的开制啊，因为它这是那个红虫酒米，对，野季风暴，它这是有虫又有米，对对，对不对？有虫的味道，又有小米流味，黄尾吧，都吃比较新的东西，对吧？我们再来点虾粉，可以，没事，进家了。好，叫它充分的吸水，对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要求无化状态的有，有一定要有残留，对对，还要慢，对吧？对，来，可以，你看啊，哎，对，这丝就出来了，对。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啊，对吧？对的，留点。陈哥啊，你那水深多深啊？我这差不多要到5米了。那你今天歇了？咋了？我这3米多钓黄尾最佳的水位了。你有那么肯定？哎，必须的。你像这个季节气压那么低的话，它一般都会是浅水区围着那个梗走。我感觉我这个地方正好深浅交界，在你俩中间。我是4米，你5米是3米。对呀、啊。我前期先试一下拉饵。嗯。因为拉饵毕竟这个鱼嘴小嘛。嗯，你是调多少目钓多少目啊？我用的这个吃切量大概是2克左右的啊，因为水深嘛。对对，我调的是5目。嗯，准备钓的啊，就是3目到2目之间就可以。来鱼了，小的。哎，赵老师，上鱼了，必须上。这什么鱼啊？哎呀，这可大了。这我抢下那么长时间没上鱼，你还比我先上鱼。大白条，你别怕了，大白条。这白条得有2-3两吧？那有有，我目测都有。我没见过那么大白条。又开始了啊！又开始了！哎呦，这哥们儿准备，这是真想真想把他俩给吊败了。我说你准备填湖呢？啊？你准备干巨物啊？有舍才有得嘛。嗯，要想鱼上岸，要靠粮食换啊。我估计他是着急了。对。太狠了！他是把那个皮肉杂粮啊，估计是用岸上的泥混的那个东西，哦、要打下去。我知道。但鱼来了，它吃不到，它一去搓，一直在那搓。
它要搓才能吃到，它融合到饵料里面有味道啊，对，会不会飘走？下雨了。这会儿口不是太好啊，雨前没有雨后好。嗯，再等一会儿就该好了。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哟，赵帅中鱼了。嗯，也赚了，点六的。他什么鱼呢？什么鱼？黄尾，黄尾，黄尾吧？哎，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，这不是红尾，好像是红尾啊。不会吧？是红尾，是红尾。你钓鱼把红尾给钓起来了？红尾，红尾，红尾。哎，还真是啊！你看那嘴巴大大的，和翘嘴的差不多的啊。这尾巴明显是红尾啊。那这个就好，这个好，这个红尾好啊。这个红尾留着啊，它可鲜了。这个啊。这个真漂亮，嗯，不是太大啊，放掉吧。有鱼可钓，别嫌大小。小红尾，真漂亮。这红尾漂亮，把它放了吧，还差不多吧，要不先留着。没事，后边还有好的呢。嗯，那行吧，那就放了吧。把它放了啊。啊，叫你大哥去吧。嗯，再接再厉啊，抓紧时间。下雨也有口了啊，赵老师，再接再厉啊！这雨马上就停。嗯。陈哥啊，口怎么样？还没呢。怎么样？全是口。嗯，对，心中全是口。算了吧，还吃饭吧，我饿了。我先吃饭去吧。咱们补补窝，休息休息。这个杂粮有什么好处啊？就是大的小的全能钓。对。赵老师，哎，怎么感觉这个拉饵下去了以后啊，还没到底，一会儿漂就上来了？这就对了。啥情况啊？我感觉这个大鱼没进来，小鱼很多。小鱼吧，啊，嗯，漂过程下降过程中是有一小口，小口，对啊，但那口一直打不到。但应该是小鱼了。你看我钓了两三块饵料下去，我在下面全是那个趴地虎，哇，全是，你看全是。有时候我们浮漂刚一到位，它一直在晃。对，全是小趴地虎。我估计就是那东西。我改搓饵，嗯，用搓饵钓了吗？搓一下吧，搓一下，搓一下试试。中鱼了，哎呀哎呀，中了中了中了啊。哎，咱们看什么鱼啊？应该是黄尾，是不是黄尾？是黄尾。哎，我看到那突然一下弄出来那个是黄颜色的啊。我刚才试了一下我这个搓饵中的鱼，你看啊，赵老师，哎，下完雨过后啊，果然有口了啊。对，下午的第一条别跑了啊，宝贝儿啊，三杆都是小口，我感觉口不正规呀，还挣扎，别跑了啊，力道蛮大的。我要是感受这个力度就好了。哎，漂亮！哎呀，哎呀，中了！哎呀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又来了！哇呀，好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完了！哎呀，气死了，气死！没有，没有，这是小的，让他回去报信，找大的来。陈哥，我俩要加油喽！我不愁，我这有鱼，都有鱼。嗯，这有口了，这小金还在忙活着呢。对啊，有口了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得往前伸一点。哎呦，我这都掉深了，没口，你还往前伸一点？不是，他那个，他那儿可能相对水浅，准备深一点。哎哎，又来一条啊！又中了，又中了。吃口比较轻是吧？很轻，很轻吗？两三杆才打住它。嗯。哎，力道还不小。哎，这什么鱼啊？又是黄尾。力道不小。那估计就是黄尾了，黄尾。
不缺吃的呀，不缺吃的，开口好弱。哎呀，我这说话我这又来了，来了吧？你猜这是个啥？啥？你猜？不是黄尾啊？红尾。红尾。我之前还在说你放掉了一个红尾呢，这不是又来了？又来了。从我做鱼的角度来说啊，应该说这种掠食性的那种鱼类，鲜美程度啊，口感度啊，都要强得多吧？对，不大，先留着。还有大的有机会啊，马上就来了啊，看我的了，加油。嗯，咦，我要上鱼了。不大不大，但小的。那什么鱼啊？稀有鱼类，大眼睛。大眼睛？大。有我眼睛大吗？估计长大了，和你一样大的眼睛就比你大了。要跟我一样大的话，肯定不能小喽。陈哥，大眼睛。这个鱼小，眼睛特别的大，环境非常好的水域才会有这种鱼类的。陈哥啊，钓了第一条鱼类。哎呦，就差我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马上这会儿就是我口多了。看来我真是当大厨的命啊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快了。这接口真是太突然了。哎，陈哥，哎，我要中鱼了。什么鱼？什么鱼？黄尾。黄尾啊，你看我钓位换了还有效果的吧？黄尾吗？有效果。我要深了一米就不一样了。因为你那水浅。你那水浅比我浅好多啊。哎，陈哥又上一条了。你甭气我啊。哎，我现在恨不得下去，我拿抄网去搂去了啊！窝子下面全是鱼，我不想钓它而已。那我跟赵老师一边两边的上，你的中间有什么感受嘞？好难受，好难受。我不愁，我这有鱼。陈哥是小的不钓，对我就是钓的是大的，马上就来了啊，看我的了。赵老师，你这个刀也补得太准了吧？这个刀补得到位啊。绝对的，加油加油，有希望，加油加油啊！我心疼，这还是有希望。我心疼了。哎，有口啊！我，真有口了，那个一下都炖下去了。你看这口也太激动了吧？不至于啊。我这是盼了一天，盼了一口啊！我能不激动吗？我刚才就沾木啊，汤一下就下去了。我估计啊。越是那样的口，不能是黄尾，肯定是鲢鳙、鲢子状。对。哎，这也太难了吧！